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父亲节快乐！要左右彼此也可以问安一下啊，父亲节快乐！我们当中有没有马上要做父亲的？有没有？快要生小孩的有没有？还没有是吧？好像已经也有人做了很多次爷爷奶奶了哈。在预备这样题目之前，又有人问说：“哎，牧师，父亲节有没有特别要讲什么跟父亲有关的题目？”那我想，哎，我突然才回过神来，好像没有特别的预备，但是神自己的恩典带领。今天我们谈的，刚好我们在这样敬拜主日崇拜当中，我们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神的话是超越时空季节。那当然有很多的宗派，一年到头跟着日历走，是吧？一月份、二月份、三月份。那么复活节啊，复活节主题；圣诞节，圣诞节主题啊，每一个月都有它不同的主题等等。但是我们相信，神的话也许跟你在早晨灵修习惯有时候也一样，不一定。你说我特别为今天我想要读到什么地方，有时候神的话是刚好恰巧哈，就是你那一天可能会碰到的问题。处境，那神的话及时临到成为我们帮助。所以我相信我相信早晨我们一起在敬拜神当中，我想到很多人都有朋友嘛简单讲，我们在家靠父母，对不对？出外呢靠朋友啊，当然有些朋友不太可靠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啊，不要那么的什么的naive，这怎么翻叫天真啊、幼稚啊？不要以为什么都信。就像小孩子成长过程出去，现在 AI 很厉害哦，现在 AI 很厉害哦，人工智慧呢，我在视频昨天还看到，它会模仿 AI。把你的照片，手机里面照片的脸像拿出来，然后把你的声音抓出来，然后就骗你啊！有一个是律师是吧？师母说是吧？被骗了470万啊！这个就短短的几分钟、几秒钟，所以我打电话跟你不相信，你看看你爸爸、你亲人怎么讲，就全部是 AI 搞出来的啊！这么厉害，所以上当步步为营，不是所有的。朋友都可以相信啊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讲的不是这种诈骗集团啊，也不是泛泛之交，我们在看到的神的话语这一段的故事，特别我们在查经当中，我们都看到了都约拿丹跟大卫的故事。很多人是靠着朋友，我们碰到困难等等，但是我希望我自己个人的希望是我们借着朋友，我们彼此认识，也许带领我们到教会来让我们认识了这位神，那朋友就变什么？就变弟兄了。这个差别在哪里呢？箴言这里讲到弟兄为患难的神，意思就是我们有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感情，在属灵这个大家庭造成这样的一个诗歌，说神把我们带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还是朋友，但是有一层的关系，这个不是不一定同样的姓，不是同样的血缘，但是我们有个超越种族这样的关系，就是我们同有一个天父，是这样的弟兄姐妹的关系，也是一个永恒的关系。所以希望朋友是弟兄，在弟兄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
朋友的关系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早晨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。特别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地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父母。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不见得那么的幸运，有那样爱我们、疼我们、保护我们的，也许是反过来的，甚至我们的伤害也来自我们原生的家庭。求主你自己赦免，让我们认识天上有一位慈爱的天父。谢谢主，谢谢天父，在父亲节当中，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一起说祝你父亲节快乐，因为有一位天父慈爱上帝拥抱你，带领你走过这些的坎坷、患难、挑战，这个人生不容易走的路，因为天父都知道万事能够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着这样的益处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，靠主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患难的弟兄，沙漠记上18-20节，我只是从一个角度啊，这个角度我们都把焦点放在大卫身上，可能这也是圣经里面个人的故事最多、篇幅最长的。但沙漠的故事，这沙漠记上下里头提到耶拿丹的故事，却是我们不要忽略的，因为这里面讲到的几个重点是一个友谊。有人统计过，假如你有一个良好的甚至一个好的这种友谊在你身上，在你的经历里面，这种统计说你可能活得比人家长久，你的比较长寿一点。第二个呢，你可能健康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除外靠朋友嘛，那也许我们没有工作，借着朋友推荐，也许我们在健康上面碰到一些难处，靠着朋友，盐水救不了近火啊，好像我们当中有很多家人家里碰到状况，但是弟兄姐妹那种彼此的关怀帮助，及时这种血中的颂叹胜过锦上的天花。所以这一段的故事比较偏长，但是我只是头尾稍微举了个例子念了一两节的经文。那归纳三点呢，简单说，契合的心灵，这种不是泛泛之交的友谊，而是能够在心灵相契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，彼此我们所期盼的，也是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得到的因为是这样的友谊，所以神带领我们走过了这些人生的难关。第二个，有盟约的友谊，这个不是每一种友谊都那么简单你就看得出来，而是你需要付出那个代价的。这个盟约的友谊这个好像陶冶三结义里面这种文景之交，甚至讲的这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关系，这种友谊是有些地方是要透过一些的盟约，所谓的盟约呢，甚至是仪式的这么厉害的一个过程。包括我们从亚伯兰之约等等大卫之约、挪亚之约等等，我们看到这些的盟约在圣经里面的这些背景有些是有条件，有些没有条件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不管你买卖汽车、买卖房子，这个约你签了字下去，你就是要按照你所承认的你所同意的来执行，违背的那就有条款，当然也有不可抗力因素等等。那我的儿子呢，他是学律师的，太太也是学律师的，他们懂得这些的字句分明，怎么样用词遣字，所以
我很吃亏啊，我是讲话有点不是那么严谨的人，所以常常得罪人啊。求主原谅，帮助我。但是感谢神，神是我们的源头，是美善的力量。所以在耶拿丹、大卫之间这样的故事当中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18章提到大卫跟耶拿丹他们两个人心相契合，以至于他们对神，他们认识这位神。前面大卫这个故事17章已经讲到以拉谷的战争，大卫跟哥利亚征战，但是可能大卫并不在场。前面耶拿丹在征战，在密谋的之战啊，密谋之战，耶拿丹那么的勇敢，在别人都吓得逃起来，只有他跟带兵器人他们杀了这个敌人啊，在一条的战壕里面，这方言吉米他就有这样的勇气，所以他的那种依靠神，不是靠刀枪，跟大卫在17章这边战哥利亚，他听到哥利亚这么狂妄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为神发出易怒，说不认识神人，口出狂言啊，以为你是老几，就凭着你的刀枪。大卫说：“我不是靠这些的，我是靠耶和华的名啊！”所以感谢神，这两个英雄彼此息息相，也许认识不会太晚啊，但是彼此之间那个心相契合，我们看到了。这个耶拿丹从身上，他知道他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，扫罗是他的父亲。这件衣服代表可能就是王袍啊，王袍加身啊，就非他莫属。今天他认识神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。写故事的人不是就随便写一写的，你就一笔带过，看了无轻无痛无痒。神借着作者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，他的顺服神，他认识到神的旨意，知道神的受膏者扫罗王身上，但是下一个是大卫王，他顺服在神，即使环境里头他可能是所有选票里面他可能是最高票当选的一个人，因为大卫算老几啊，他才刚出道，这个没有群众基础，也没有太多人认识他，他刚刚在人类的历史呢才展现他的风头。但是约拿丹他认识神，知心的朋友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在信仰的这一条路，我们认识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但是走这一条路不容易的，我们需要朋友，我们需要同伴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，这个同伴、知心朋友，当然，地上的朋友可能有一些的自己的利益啊，那有时利用我们。他来到了这个当中一样，我们都是哎，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啊？等等，都问得一干二净啊。然后你的所事啊，不太管你做什么，你的所作，你的。所有你有什么你是有车有房有这个儿子等等，都偏重于你是谁啊，你有什么地位，有什么身份，那我就先把你分类，所作所为所用可以 fit in 到我。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在来到美国啊，大概那一段时间有我们家常常这个请客，但是我回想起来，我那个请客好像都有目的的，啊，都有目的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请客神学啊，请客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对你有用啊，那也许帮助你升迁，帮你什么忙，所以每一个朋友，可能你都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归类，这个。换句话说是利益的交换啊，或者更难听一点，当然不是那么这个一般啊，这个
世俗，但是也有一群人叫做酒肉朋友，就要做什么就想到他们啊等等。这里讲的是知心的朋友，是心灵相契的。那么十九章的地方呢，就讲到了大卫他追杀，我们已经读了好几章了哈，一直追杀哈，这个没有放过他，好像老鼠在这个猫笼里面逃不掉他的这个网罗的啊。大卫就是那么吃瘪啊，那在扫罗的面前一次两次他逃过了他的追杀，到后来他只好出去。那么这种情况，约拿丹他在中间做那个和平之子，他劝他的父亲啊，这个劝的话我们刚才读的啊，扫罗暂时啊好像我必不杀他，但是这句话是不是从心里面讲的？肯定不是，因为后面呢马上他又追杀他，甚至怎么样，他拿枪啊，以前是要刺大卫，现在呢他刺他的儿子，说你这个顽童妇女所生的这么笨啊，这个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个他的存在就是你的威胁。当然大卫到后来这个也是一样，这样叮咛他的小孩，但是感谢神，他是神的心意啊。耶拿丹在中间做了何事之劳啊，二十章结束，二十章很长，到四十二节耶拿丹知道了啊，那他跟大卫就立下了这样的盟约。当然前面好几次都有，但是这个重复的出现啊，也是一个故事诉说的资料。但是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字眼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，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这个朋友的关系。我刚才说了，这个亲爱的朋友，但是今天我们是弟兄，弟兄已经超越了泛泛之交，已经超越了我自己个人的厉害，我愿意成全你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，在你我的后裔中间，不是只有我们的之间而已哦，还包括我们的后裔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我的后裔为证，直到永远。假如不是认识神的人，我讲这句话是白讲的，因为我今等一下就像扫罗一样说，哎，我不杀他，但是我可以翻脸成仇，翻脸跟翻书一样快，对不对？转身就过了，过河拆桥，这种朋友很多的。约拿丹跟大卫，十九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章，也许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盟约，十八章一开头，一到四节，二十章结束，四十二节。作者在这边要表达的是什么？这个尤金·彼得森他的属灵的注释书里面，他用了一个字很特别的啊，叫 bracket。那中文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是符号嘛？符号我们中文标点字哦，符号大家都知道，就表示这一段这里面的这个文字是单独的一个个体，啊，讲了一件事，哎，你看不明白，那我弄个刮胡，告诉你解释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所以他用的可能是这个用意，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用意 ，bracket 就是一个，他把它翻成微风，把它包起来。包起来的意思，这个 bracket 不是只是相关，这个 bracket 还可以包括是一种保护，是一种 package 完整的。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呢，它里面这个在讲这个 anger 愤怒，那他怎么样去把那个愤怒压起来，压在里面？那你知道我们的情绪有时候是越压越会怎么样？愤怒。还会反弹的，到后来你是被炸掉，所以那个电影呢是在讲战争的，它是专门拆
炸弹的啊。这个炸弹呢，这随时会爆炸，但是他专门把它解除炸弹。但是它里面有一个炸弹，那是他的愤怒，这个是没有定时的炸弹。但是他外面有一层保护的衣服。那当然有很多父母，甚至这种朋友，啊，文景之交的朋友，看到危险，啊，他甚至愿意保护他所爱的人。这个友谊不是只有在这样的盟约的友谊啊。你说，哎，那我们人际的关系最强的盟约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婚姻不是吗？婚姻里头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友谊。我记得在戒毒所里面五年当中，很多很多这些美国成长的移民的小孩子，他们来到需要被帮助的地方，走投无路，流浪街头，甚至父母都放弃了。但是我看到最深的，在母亲节的时候，我常常也叹赞，也这个把这些的敬佩啊，说我觉得母亲真的很伟大。但是母亲帮助，圣经里面教导是母亲是一个 helper， 是帮助的，帮助谁？帮助父亲的。本来应该是父亲做一家之主、领袖的带领，但是很多时候那个人的罪性，说你要做头就给你当好了。所以我记得，我记得那个小孩子，小孩子也看得出来，这家中谁是老大？那当然他就，那我记得我们有个同事啊，他在墙壁上在钉画，那小孩子过来，他大概平常已经看习惯了，妈妈是我们家老大，他过去那边就晃，爸爸站着楼梯要把爸爸晃倒，他不是帮助，他是反帮助。我讲这个很像是笑话，但是真实的。假如一家不是父亲做头，这个家庭有问题。旧金山是一个同性恋的地方。我认识一个石头专家，叫地质专家，他说，以前我研究的是石头，今天我研究人头。为什么有同性恋？因为这个次序不对了。这是他的讲座了，他的教会，美国教会就在我们这附近。那我那时候才懂啊。那当然他用了很多例子，其中也包括我认识的。当你把先生打压，他本来应该做头，但是他没有担当这样的职位。那你要，父亲本来是要帮助小孩子成长的，但是假如不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，角色甚至这样功能的话，那么这个家庭就支离破碎。我说我在戒毒所里面看到很多很多都是母亲把小孩子带来求求帮助，父亲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这个烫手的三姨你自己处理，我离开了。男人有时候承担不起，好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。我不是在骂人哦，我在讲我自己。我们没有那个 guts， 没有那个勇气。我们需要朋友，不要单独孤军奋战。大卫、约拿丹是这样的朋友。只要神不是你这样的朋友，你在这个世界很孤独的。我时间关系，我要很快的啊。契合的心灵，不是利益的操纵、交换、所用、所有、所做来鉴定，而是知道友谊。神造人的时候都是好的，到第几天的时候说这不好，说那个人独居不好。哎，伊甸园不是完美的地方吗？怎么会有不好的？那上帝，你的设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讲的软体程序，
里面有 bug， 有臭虫。神说那个毒气不好，哎，不对啊，它是你造的，这是完美的人性在里面。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圣经说造我们的形象，哎，不对啊，不是造神的形象，造我们的形象。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他的形象附属的我们的形象，这个群体我们是需要友谊的，神已经把我们纳入了那个永恒的关系里面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造我们的形象。你听到这个说，哎，我信主耶稣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干嘛要去教会？教会人太麻烦了，应付人际关系太复杂了，教会也不见得比社会哪一个团体好，太复杂了。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要磨练我们，因为我们需要朋友，需要大卫跟约拿丹这样的友谊。友谊很重要的，是神造人。反过来的思想，你说，哎，在疫情当中，我就习惯了，我就自己就好了嘛。我电脑拿出来，我可以连到世界各地方游走，我的粉丝1000以上，没有，不止了哈。有的人说我有上万、十万，这个都是我的朋友。你的朋友是谁？神要一个知心的朋友，不是你的粉丝。你不要以为你有很多听众，教会有多少人，查经班有多少人，你有多少的粉丝，谁是你的知心朋友？人的被造，这个心灵的契合是绑在一起，是能够同穿好像一条裤子一样的这样的亲密。我讲一个不怕大家笑话的，在戒毒所里头，你知道看得出来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你知道 那里面的食物这些小孩子都不会煮饭了，简单讲就是不会煮饭，那有时候我就只好乱煮了师母有时候来帮我的嘛，那他每次煮大家都吃得很高兴，但是 轮流的轮流煮的，那有就乱煮，所以吃的也不一定很健康了，因为那些食物有些是从 food bank 食物银行拿来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，就大家很喜欢放屁啊，放屁，因为吃的不见健康。所以但那有一个小孩子很有意思，他就是说每次有人放屁的时候，他就对不起啊，这有一点这个不是那么上台面的体验，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，你做一些事情除非是很亲近的朋友，要不然你不会随便做那个事情，对不对？只有亲密的朋友，那这个讲说怎么讲，你到餐厅去有些食物你要用手啊，弄得很难看吃相，但是你跟好朋友在一起无所谓吧，大家都一样。那所以你小学朋友、初中朋友、高中朋友，有些朋友是泛泛之交啊，那你也不在乎。但是好的朋友，那个透明度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透明度的意思就是我把我想的可以分享出来，我的挣扎可以跟你来诉说，我不怕你笑我。但是反过来是这样，当你知道我的弱点，你知道我的难处，你知道我的挑战，那有的时候就利用我的短处，他去夺取一些好处。一样的道理，刚才讲的那个刚到美国来的这个朋友也是一样，他被人家开车13个钟头搞了，他说他从来没有站过那么久的，没有包过那么多的熟悉，最后拿到100多块，算一算，简单讲就是
出外靠朋友，但是你靠的不是不可靠的朋友，简单就是这么说。朋友是有这样的一个透明度。第二个，盟约的朋友不是只有包容性的啊，不是只有包容性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刚才讲说，你有这个盟约，那这个盟约的载重能力，你看每一辆车子 ，pickup truck 啊，载重的，它上面一定有标示，说我这个承载容量多少，对不对？车子的承载容量有一个上限的，对不对？超过怎么样？轮胎爆胎，引擎过热，当场抛锚，有没有？承载量差。婚姻也是一样，你结婚了，哎，我媒婆之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他，今天我们在一起成为夫妻，但之后呢？你要成为朋友，你这个承载量不够的。所以我在做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跟他讲说，哎，你这个承载量不够的。所以我刚才讲了，很多时候当困难来的时候，承载量不够就破碎了。那何况是很多是政治婚姻等等，有没有？我在教会里面也有一种其他那种婚姻的，也有在戒毒所里面有一个老外，对他的婚姻，他说这是假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各取所需，那个要身份，那个要，所以他有一个价码的，连法官都知道，法官也知道这个假的，所以他跟我说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就跟你讲实话，我们这是假的。那我需要钱啊，他需要身份等等。那这不是一般社会的写照吗？我们是交换条件来的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神给你好处，你就听他；神不听你的祷告 ，I'm gone。这个信仰我不要了。很多人受洗了。”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他们没有工作，来到教会，人生遇见困难。但是，曾几何时，你的信仰是真的吗？你有没有这样去栽培这个盟约？神说：“我救你，他是你的救主。”但是我是不是你的主呢？你说这个我自己做主，上帝你管你自己，这个世界太多太复杂太忙了，我这个小事不牢靠，不需要你，我自己操心就好了。这我们很客气的，跟上帝关系也是一样，相敬如宾，如宾，没有那种的契合盟约。当神说我已经为你死了，所以你的朋友真实性在哪里？你的友谊可以有深交，有浅交，有泛泛之交，有细水长流之交，也有热情如火之交。你要审视这样的友谊。盟约指的是严肃的现实，那被约的，像亚伯兰之约，他在睡觉的时候，动物劈成两半，两边摆开。亚伯兰做什么？他签字是吗？没有啊，他睡着了，上帝走过去，那个动物切成两半，斜放，水流成河，上帝说没有做，就像动物一样劈成两半，这是死亡之约。上帝说我为你死。亚伯兰睡着了，无条件的盟约，神爱你到这种地步，他为你死。你说，上帝，这是你干的，又不是我干的，这种不划算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最近有人统计，近五十年来，这种盟约的关系越来越少，其中也包括婚姻，需要盟约的。这样的婚姻，不管是签约、众人面前的见证等等，都是厉害的计算。
真正的朋友不多。神把你我摆在这个永远的大家庭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需要分辨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同有一个信仰，美善的力量，不懈怠的祷告，这是拥抱爱跟顺服的这样的关系。因为神为着你我，也是耶拿丹，我们他看到他的故事里面，这是永久性的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故事在你我身上发现。可惜玛利亚的祷告，耶稣说这三个核心同工，好不好？你就警醒祷告一下。我要面对的挑战已经来到，逮捕我的人，我要上十字架的尖刻的石栏，承担所有人类一切的罪恶。你能不能好不好替我守望祷告一下？没问题，我相信彼得拍胸脯，你死我跟你一起。耶稣回去看，三个通通睡着了。我心灵愿意，我肉体没办法。我愿意有这样的朋友，但是我做不到。约拿丹那时候，大卫没有的资源，像你我有的。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基础，除非你认识他，要不然这样的永恒不存在。我最后做这样的结论啊，再往下走一下啊，往下走一下呢，这个美善的力量，我们再看回到圣经啊，这里所说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在这里举个例子而已啊，那给大家啊，往下走一下这个 page 啊，好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思考上帝的灵的介入，神的灵的介入，有负面的，有正面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是神的美善的力量的介入，什么意思呢？扫罗，神高他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他成为一个新人，神给他神的灵。那一天他本来躲起来没有胆量的，他说我根本不够格带领以色列人，我没有这个胆量出去打仗。神给他兆头，三个预兆通通实现，神的灵做了见证。当神圣经的记载在十章到后面十九章这样的关系上，作者使用这样前面所提到的叙述性的微风，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，但是在这个表达的方式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扫罗的服侍好像这个 bracket 的微风的包装，在撒母耳记十章到后面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，他派人一批一批一批的追杀，所以我说你们这些都笨蛋，我自己去。他听说大卫藏在拉玛，知道拉玛的拿约，他去了。神的灵感动他，神的灵介入了，神美善的力量介入。扫罗不对，他一面走一面说话，衣服脱了，赤身露体，虽然没有这样的描述，基本上不成体面。有句俗话说，扫罗也是先知吗？怎么已经疯癫了？他前面被恶魔搞得疯癫，神的灵介入一昼一夜，这种叙述性的微风，神的美善保护了大卫，但是另外一个给了扫罗悔改的机会。扫罗没有悔改，他最后战死沙场。谁陪伴他？约拿丹，他的儿子。邪恶没办法对抗美善，迫害在诚信面前无法得逞，敌意跟友谊相比微不足道。另外一位旧约学者，他描述当时的扫罗，
他曾经是一个伟大的人，神的灵高他，他是神的受膏者，他很外表高大魁梧，高人家一等一个头，不但是体裁胆量他可以，他带领出去打仗等等，但是那时候他已经不受控制，他暴愧蒙羞，现在无力的屈服在神的介入当中，美善的力量扫罗伏在那里，没有办法做图他想做的，被魔鬼利用，是好的开始，是成功的一半，但能不能长久，很多传道人啊，或者很多父亲弟兄，我们有没有忍耐到底，有没有 finished well 啊？有没有这个人生不要走到后来叫什么啊？这好像没有这个个，就没有那个个性啊，没有那个性格，因为这个世界情欲魔鬼，他知道我们弱点，他逼迫基督徒摧残神的工作，尤其是传福音。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愿意敬虔度日的时候，一定会遭受逼迫。这个反过来是正面的。当我受糟粕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可能是魔鬼的目标攻击对象，所以我们要躲在神的门耶里面。我们也许我们好像是胆怯的人，但是却是一个勇敢的人，因为我们愿意依靠神胜过强势依赖王子，强势依赖人。这个整个圣经里头诗篇中间的主题依靠神。所以简单，我们刚才提的这三点的总结啊，不是利益性，不是包容，不是不单只是包容性，你要审视它的真实性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头，我们需要拥抱，我们甚至顺服神的力量，要忍耐到底。所以在加尔文神学里面，最后 tulip， 这个 tulip 叫百合 ，tulip， 这个最后一个叫 p 是什么？就是信徒的坚韧。你到启示录看到七年这样的啊。预表这些，不管是号灾难啊，这些啊晚期灾啊等等，我们需要持守到底，不是靠着你，我也没有这个能耐，我们是一起走，信徒神给我们一群属天的同伴。如果大卫没有耶拿单的话，如果没有，如果假设了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想会什么结果？这个尤金·彼得森说，可能结局是这样，几种可能性啊。如果没有约拿丹，大卫怎么样？他回去做牧羊人了、回去做牧羊人，那个简单吗？羊不会杀他，对不对？他要保护羊，他要放弃他遭命，回去牧羊，过简朴的生活。我干嘛？我以世无争。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我是牧羊人工作，我回去做做诗歌，写写诗篇，不就得了吗？我过一个离群所居的日子。假如没有的话，在主日学里面我们提到24章26章中间加了一个25章，大卫当他手中有权柄的时候，他会报复，他会杀人，这个都可能的，因为他跟你我一样，他是罪人。乌利亚的故事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他会报复藐视他里面那最好部分的那个人，神造他的目的。但是这两样大卫都没有做，因为他接受了耶拿丹的用意。在接受的同时，他知道撒母耳高他做王者工作的肯定，受高者有他的职分，他要牺牲，他有责任。他的那个想象力的空间，那个神的灵在他里面通行无阻，自由运行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新约约翰福音说到，哪里有真的自由，
当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那个真正的自由从那里而来。缺乏朋友，口头上言辞的肯定，我们再次的看见了，假如没有这种肯定，这仍然是一个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，即使好像是好的开始，也不是成功的。缺乏这样的陪伴，可能我们走不下去，连我们胆量探险的胆量都没有。神的话这样说，既然我们是一体的，神把我们摆在一起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不是照我的意思爱，是照神的意思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什么叫命令？没有讨价还价，不是照我的喜欢的。我不喜欢这个人，上帝没有说你要喜欢这个人，上帝说你要爱这个人。什么差别？神的智慧，能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神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再是神的仆人这个地位而已。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，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神把他所听见的都告诉了我们。约翰福音15:13-15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约拿单。也许我们没有大卫的身份地位，他的才能、才诗歌写诗的能力，甚至他征战的勇气，都没有他那么可以杀死万万的，可以把100个非利士人的聘礼变成200加倍的。但是求主你给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你我，让我们勇敢的成为别人的约拿单，成全别人，让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把那最好的能够发挥出来。神将来也是一样记我们一笔。约拿单在神的家中是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朋友，感谢主，你也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让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许多的约拿单。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